谢谢，我们是 Little Shine on Anna Street， 然后谢谢大家今天来那个 Hijack 的那个专辑首发场，对，耶、yeah, ，Hijack 超棒的，那个专辑新专辑我已经听了两三次了，蛮爽的，就是 Rock and Roll，、真的很帅，很棒，就是那个一定要去买。
高兴可以来那个 Revolver 表演，因为我那个我说很高兴可以来 Revolver 表演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来过，就趁这个机会可以演一下。我个人是来过很多次啊，但是就是凯彤老师有来过啊，他什么场面没见过？凯彤老师演完就要那个，所以大家趁还看得到他的时候，赶快敲他两杯。听起来有点不太吉利了。那敲一下，然后下一首歌是那个，算是一首献给青春的歌，献给各位，要坚定自己的灵魂，不要。对，千万不要当一个容易被俘虏的人，好啊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就下一首歌。You are.
谢谢。好，那感言哦，非常好。下一首歌是。OK， 好好好，浪漫的歌啊、哦，浪漫一下。对啊，就没办法像他一样好笑，你就知道，像他一样猥琐。好了，没事了。好 ，Let's go。聊个天啊，休息一下。
大家还好吗？大家来看表演之前，有先听过 Hi Jack 的歌吗？确定？我等一下要听到合唱。嗯。其实我也不晓得歌词是什么，但我绝对会在下面一起跳。然后就很开心，就是 Hi Jack 找我们来，然后对啊，认识很久了，因为他们都是一群很棒的人。对啊。但我个人最欣赏小兰啊，我也不会言说，都很喜欢，对啊，那个等一下站在那个小兰前面要小心一点，因为他那个贝斯拳拳到肉啊，很爽，想要爽的就要站在前面。陈佑也很爽，他那个喷，好，总之就是对啊，就很开心。老师等不及。错，我觉得这是可能，因为我这边歌单应该是错的。还是你超四分都不一样。哦，所以是刚喷还是没演到？哎，我错了。我丑一。好 ，Paralyzed。好 ，Paralyzed。I need a sign, so I know.
没关系，我们团很 chill 了。不可以让你这样平白无故。没关系。好，下一首是一首思念的歌。嗯。那个这首歌，嗯，好，算了，不要解释，先唱掉。因为这首歌其实很少表演，然后。对啊，就可以演。然后那个贝手李维翔他说，哦，那个他有一天就突然敲我说，哎，那个我有编哦。我说，哦，是哦，好哎，那我们就来演一下。后来上礼拜我们练团的时候，就有一种，就大家好像有一种，不知所措的感觉，是吗？有吗？哦，不知所措是郑老师，还有小七。对，反正但我觉得，对啊，开心啊，对啊，然后反正思念嘛，你就把你想得到思念的音符就给它弹出来，知道吗？对，因为思念很重要，因为思念对一个人来讲，就是他很有可能是一个活下去的动力，是吗？是吗？啊，我应该没有说错。对，因为就是，对啊，就是大家要。郑老师说要表演，好，来，好，
谢谢。很安静的一首歌。那我们最后一首歌了，我们就用 rock and roll 来迎接今天的主角 Hi Jack， 好不好？ Second Avenue。Thank you.